正忙于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Jackson 王嘉尔，最近就去到巴黎开 show， 兼参与时装周睇 show。期间 Jackson 都被不少粉丝惹生报获，粉丝们仲发现他打咗唇环添。Jackson 一向时尚触觉敏锐，带动新潮流，所以亦被一个国际知名品牌垂青邀请合作，官宣他成为品牌的新代言人。今次其实来到巴黎参加 LV 的 show， 个体验是不一样的，觉得由头开始成个 show， 再加埋又有表演啦，同埋佢每一个细节，我觉得都捉得好完美咯。同埋我觉得会好 thoughtful 咯，成个 process， 我觉得之后就成个 show 睇落嚟唔会太过于觉得系个 show，but more like an art piece， 好似个艺术品咁样。咁做咗成为咗代言人，梗系好。感謝啦，但希望可以是有一個 connection， 有一個 connection 是 between 我同個 brand， 可以投入到大家的 DNA 一起去做啲更新鮮嘅嘢，我是比較期待呢方面嘅咁更加深度嘅一個合作咯。虽然 Jackson 的世界巡唱已经去过不少的地方，不过每次都会带给他有不一样的感觉的。还有巴黎演唱我都很 bless， 很 appreciate， 很感谢所有来见我的人，还有很欢迎我的人。因为刚刚好在个 show 的前几天，我在巴黎 Magic Man 有两场的演唱会，所以係咯，啱啱好天時地利人和又撞啱咗，咁咪成個體驗喺巴黎都好唔錯。I wish you know TVB 喺度，咁我哋可以一齊去體驗成個感覺，成個 experience 咯。係咯 ，miss you guys and I'll see you guys soon。